首先我们非常感谢 AM730 PR Asia 及凤凰网港股颁发杰出上市公司大奖给力量发展集团。那这个奖项呢，是对我们整个集团过去一年业务发展的一个极大的肯定，也是对我们全体员工的一个很大的鼓励。力量发展集团是一家中国领先的综合煤炭企业，我们的业务覆盖煤炭生产、洗选、装载、运输及煤炭贸易全产业链。那在过去的一年中呢，本集团在集团主席兼执行董事张力先生的领导下，坚持保安全、保质量、稳生产的两保一稳的发展理念，持续推进绿色安全矿山建设，继续贯彻安全与效益并存的发展理念。本集团旗下内蒙古大饭铺煤矿连续6年保持了 A 类矿井、国家一级安全标准化矿井、国家特级安全高效矿井等荣誉。今年7月，大饭铺煤矿顺利通过了国家级绿色矿山的验收，充分体现了本集团在矿业领域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综合实力。那近年来呢，力量发展集团在煤炭主营业务稳定增长的基础上，我们也拓展了开发了农牧业等附属业务，力求为股东争取更多的利润回报。那未来呢，我们将继续发挥自身核心优势，坚守安全生产，实施精细化运营，稳中求进，积极把握市场机遇，将适时机呢推进战略并购，把企业做大做强，以更加优秀的业绩回馈股东。